时阵，即免五十年啦，即摆大家囡仔咧耍电脑，可能十外年会歹，因为即摆囡仔唔是也看到拍电脑，爱咧做事，看关系，看关系，伊这五十斤会惊伊。伊这五十斤，这先哪五十斤？伊种神经啊！哦，他都有讲过啊。咱人的神经界上歹医的，无法度人去开刀的，啊嘛无法度通去了解。神经是非常去牵连这个肉的来源的。啊，几岁开始做？几岁开始可以练瑜伽啦？小孩子可以开始练吗？小孩子应该是练。哇，你若听囡仔要练啊！听囡仔，你就让伊练啊！你若爱要健康，你就让练嘛。几岁都不管啦。哈、啊，哎，无差啦。啊，健康敢有差？无你爱囡仔破病啊？对不？那个健康尔，对你啥都无影响，哪会唔当练？我是曾经断食几天过。哈、啊？断食几天过？我哩断食，不断食几天啦。哇！我未记一日啊嘞，我捌一日食一块饼仔饼哦，食四五年，迄饼仔饼你敢知？一种个袂甜个，啊一日食一块，哎，我捌嘞，啊食四五年，啊人三比八，我尊上因老爸讲，我人拢叫我细强讲，细强迄可能气病啊无，他去病啊，等下拢袂发作，啊食一块饼仔饼太快，啊迄毋知断食啊毋是断食，我就毋知影。自己吃这饼啊饼，啊嘛，赶快做动作啊！无像像恁家好命，短视个利益来对啊！我短视嘛，照常在做工。啊，恁李姐是做好个，理想哦，这大间哦，天下无敌，啊个大好李姐甲恁管过，我恁在家享受啊，我无多呢，我拢走去文化部呢，啊住海边呢。啊！恁住这是有够好，恁即马是有够，有够福报。我若看到这景啊，就来我，哦，有够好，这景有够好。你台湾要去上海作秀？你来了，你听我单点的叫声。敢讲敢讲敢讲。有声的时阵是喘气。对。吐气有声，喘气有声，吐气冇声。就是你扭这扭对，嗯，你这扭对，才有声音出来，内底才有声音，无要声音对对来。是啊，像骨杂嘞，哈，像骨杂的声呢。你搁听较清楚，是风，不是骨杂。像是咧啉水，像咧啉水个声，嘛咯，咯咯咯，咯一个，咯一个声，对啊。哎，骨质，只无骨啊，即个丹田只无。是，啊你像咧，伊个像咧水声咧，啊咱啉啊，咯咯咯咯个叫水声，啊又是呼吸入个声音。哦，你讲入去爱扭会着，扭会着。哎，扭会着才有声音。啊，扭会着，家己什么感觉？哈。你扭到的是家己什么感觉？扭到哦，扭到感觉家己哦，有一个成就感。第二，感觉我的运气足好。我若咧无力，我用只扭的，就感觉我足有力。无是按照你咧走，你咧马拉松咧走对无？走到的是心脏一跳紧，心脏伊咧跳，啊伊拍会足紧，拍会紧的时阵，你头下无，伊内底有酸性。啊，所以你心脏啊跳不紧的时阵哦，你咧。无多人走，就是安。哦，足紧足紧的无人走。啊，你著用丹田扭伊哦，丹田扭伊，伊的气力哦较足，所以
所以叫做提纲的。一旦点幼就你那笔记叫做提纲，叫做轻纲啊。你知我意思无？就咧气球同款啊，规只毛毛你甲等伊涂下水哦，啊你爬你啊甲灌风去，伊飞，啊呼吸就真好呀。是皮肤呼吸，就是皮肤这个单点的吼。无啊，你对门气攻击，啊，走去单点，啊，你单点，伊家里啊，单点有一卡烫啊嘛。单点只要一个部位，就是一卡什么烫啊，电烫啊。啊，咱人的能量是靠，因为咱的北来拢靠啥物啊？靠你的呼吸的。咱的体温啊，咱的体温32度。内底体温正常32度，啊，你若是讲内面肝发炎啦、胃发炎啦、肠发炎，你就是呼吸阳气无够。你要看你若足食那油够病，你知影啥个无啦？哦，一载就足好喘气啊，速速叫啊，两工足大工，迄就是你阳气无够，阳气无够，就是你呼吸无够，啊，所以会甲你载阳气。伊两天空气伫遮，那甲你送去，啊！你内底阳气有够来，你就精神较好。哦，头头你咧问我，伊讲，这个是单点呼吸的阳气。你问他咧无简单嘞，伊个内行人嘞。无你嘛，你嘛合作济伊啊。你嘛对中作势啊！你嘛合作势啊！啊！你要甲物件无简单啊！我要甲你印安尼，啊！要甲你解说安，对无？我若无老毛头，我当甲你印遮呢。我若无去世界撞过吼，啊！无我家己练，我无当甲你印遮话呢。啊！你问了到会巧伊。咱就电源咧，每工要咱就电源再放。啊！咱要咱就电源再放，起来电源。可能你若有用的时间哦，这拢唔蛮无咧定时间啦。你时时刻刻你拢会当用单电出入家己练。你若看到空气好，你唔当个在个人足济所在、车足济在练，安尼是较唔好。你爱选一个时间，选一个较好个所在，像咱奋斗精，上面叫奋斗精的是咱这树啊吼，像咱高岩树，这树啊足济嘛。啊，伊树啊内面有吐种奋斗精出来。奋斗精的是咱人，唔免经过肝，唔免经过胃，直接送入个营养。所以到尾啊，就是空气最重要。空气的是咱的大餐。啊，空气唔免搁分解，所以到尾也袂空气哦。啊，你若去西藏遐来袂空气啊，你要爬上关山无？你若排山所咧就咧袂空气啊。啊，到尾咱台湾哦。那伤污染啊，要排空气呢。较早咱，阮做囡仔讲，后人咧卖水，有无？即马大伙拢咧卖水啊，做囡仔哪有咧卖水？迄古清水啊，洒起来啉咧，灌人哪有咧卖水？透水人食，即马人咧卖水啊。啊，我唔免甲你讲，过外久人咧卖空气啊。香港人有咧卖啊，空气啊，排伊身躯。啊！说到你家里，要怎样？这好米是不对呀，空气，空气。啊，空气唔免，空气唔免过胃，唔免过肠，直接接入。好，迄种氧气啊，拢足了多啊，迄种肝脏的特效药啊。空气就是你内脏的特效药，你上该补的物件，上该好的。所以，若到你其他人哦。恁若休困，恁会爱去海边啊，海边也好，啊，甲这个空气好的所在，恁加行过遮吼，对恁对恁咱人的性命、甲内脏的性命，加足济保障。我请教一下，这个盘腿以外，你这样做的时候哈，啊，你脑子要不要想，要不要配合其他的动作？就只有这样子，那要不要观想？我尽量卖我白想啦。你想要到底你是要做佛咯？要想佛呢？还是你要想恁家的代志啊？你尽量卖想。那而且你会尽量放，我都有讲过啊。你来而且你会尽量啊，尽量享受。
哦，我今仔来遮长期实在有够发布的，我来遮休困，啊，我拢无恶病，像阮家的代志，我拢袂记起，我重新做着。我来遮是，你来遮就是爱会当看破，要入这个门入来，你来知影，我是安怎要入来遮，你是要创啥？你要入来啦，你得爱知影你入来遮要创啥，爱家己设定，爱把家己的锁匙关起来。把自己的锁匙关掉，有手机也关起来，对不？啊，把头壳关起来。入来到这，你得坚强，坚强来学这物件，学人老师是安怎给人创啥，你来认真学。从我今仔日讲这，你讲这，恁若不认真听，哎，你对不起你家己呢，啊嘛对不起我呢。我坐到白手手啊，还佫在遮乱转乱讲，啊，我感觉讲讲足无价值嘞，浪费生命。所以你每入来，你来爱家设定好好势。我来是要创啥？这个最重要。你唔通戆戆缀人去陪我，即句你俩爱会记起来。输咧点头啦吼，你来记，唔通哦，唔通戆戆你是俗家。啊！你莫做俗家，你会当入来遮，我连是俗家，我嘛是人的妈妈，对不？我就是我家己啊，我要好好来遮静修，啊，听人甲你讲话，听人认真休困，安尼最重要。我这七天哦，等下到就无菜。我请问讲吼，这是我那店家的功能，这单店不是我那店。免我练啦。最主要是怎么练？啊，我免我教。我免我跟你讲，可能大家拢会晓嘛。按正常需要，敢无跟你教？啊，可能伊也超我啦，无咧跟你教这这小事情啦。这个大事情。好啦，单点的我级别是讲，你甲我倒立起来，不干嘛？提肛提肛哎呀捏起来把肛门捏起来因为您我现在都说到这里外面那个您男朋友的事情男朋友的没捏无线放着没捏无线所以您放着一定要提卫生纸因为他没捏无线咱男朋友捏无线啊您男朋友没捏无线啊没捏无线要怎么来来控制你，控制你放尿出来物件，你也袂滴落。就是爱练这肛门，肛门就是产恁的子宫，产恁这个子宫有关的肛门啦。肛门你敢知？你练肛门，你练着子宫。啊，你若练肛门，你的子宫会愈用，也较无查某人病。查某人。一边的是安怎？因为子宫内底吼，你有当时啊污染洗身躯啦，是带狗啊、乌白毛，啊无咧乌白，你家安怎病我唔知影。啊，伊内底伊个肉吼是最油，子宫的肉比目睭哦，比目睭内面的肉搁较神经搁较细条。啊，所以查某的子宫一边啊，就是安怎？白带、什么带、什么垃圾白、什么生油有诶无？迄内底是足垃圾。啊，恁要安怎运动？伊内面子宫内面的物件，也是爱用对肛门落去练。肛门落去练，伊内面哦，足油的肉哦，内面子宫的肉足油哦，比目睭较油啊。啊，你练肛门，大家来甲练，子宫伊有弹性，听无？啊，咱听、哦。你肛门来练，子宫来练。啊，你敢知啊？哎，啊！子宫你来改变呢？你要搞咩呢？你肛门就是捏，你要搞咩？子宫也捏足大。这影响我对对去呢？我像我讲对啊，你看，我见下无，咱现在加减往往谈。这影响我对咱这个社会，咱有一挂女性去咧谈论，你知无？伊就是拢练这种功夫啦。你听我，
连这种内面的内功夫、内力的功夫，内力的功夫就是伊有法度家咧主攻，安尼熟，安尼熟。所以查甫人参查甫人来斗阵，伊是吼，你免来叮当，伊干来安尼甲你熟，你就报销嘞，十分钟你就出去啊。所以因专门咧趁这也是啊练这个功夫啊。我甲恁讲出来，恁一世人有当时也毋捌听到。无法当一个趁二三十个嘛，伊是练这部功夫。所以主攻爱有力啦，主攻爱有力，啊主攻有力就是啊对肝门来来练，啊这就是，啊咱无应该今仔来这大家足清净啊，唔免去讲伫这生活方面去啦吼，啊你多讲到这，所以主攻你恁查某是足重要，啊实际查某是足可怜的，那妇产病哦。那发生的时候，去到医生馆了，啊，就家己疼疼起来。我感觉做无解答。啊，你若安尼训练咯，伊要看你，你就无法度。是嘞，我讲个，那是上课啦。所以是恁爱练啊，练肝门啊。哎，再来嘞，练肝门之后。练肝门对，你肝门练练收缩。连肝门的力，啊，对子宫的有力，啊，帮肝门你若定力，呼吸的字，这最基本动作。上低呼吸的是你下脚，啊，那阮大姐讲过是海底轮，也是你上下脚。啊，那咱查甫练练这个脚下脚的呼吸就是会当保这了无错。你看我食老吼，你病人较看，食老话拢下尿毒啊，也了无啥失联。迄个是，伊你尿尿的时阵啊，伊迄个了无啥失联。还是神经啊，他都我咧讲的神经系统，所以这个神经是对咱人真正爱去深造入去研究。这筋啊、骨啊、血管啊，这拢足简单诶，种足粗诶啦。现在要对冲的是神经的问题。请教一下，刚才说他说那个子宫收缩，那有一些人，女孩子，她就说一直想上洗手间，那怎么念才会不会一直想上洗手间？那可能是你内面哦，第一点紧张啊，心理紧张，紧张，你若紧张，有当要。紧张。第二点就是你的膀胱内面憋尿的膀胱要发炎，啊，若无就是你紧张，你家己吼紧张，有一点啊忧郁症，忧郁症啦，啊你就会对忧郁症，会对忧郁症出入。系啊。啊，所以你若是安尼，你较接近静坐咧啦。对静坐较接近的来，绕得较袂遐紧。是叫爬山吗？啊？叫爬山，它较袂到边数。对啊，啊，爬山就是爬山就是上低啊，啊，爬山的神经就是已经烫足够，啊嘛烫咱内面的遐，咱的尿尿的遐神经，拢卡成连带关系。我问一下吼，你讲静坐的时阵，拢爱紧张哦。静坐的时阵，要呼吸还是？无啊，你得呼吸咯。呼吸的时阵。哎，啊呼吸，你头出力啦吼，啊出力一段时间，你甲放个注意，伊个家己多拖。啊，呼吸的时阵，大家拢爱提纲的时阵。提纲的是讲，提纲起来的是讲，你要吐啊到哦，唔是规个拢提纲哦。提纲的是已经开吐啊到哦，啊好，提纲了啊，佫出力落哦，力佫出来，啊力出来，较甲肝门捏起来，啊无你会走去肝门去，你若唔相信吼、哦，我教恁去对中啦，你即马若是。而且静坐哦，啊用深呼吸，深呼吸哦，
你搞的那么白的，这个叫丹炉了。